张小鸡，为了如林，为了永俊，为了和咱以后的不好日子，杜文梅，你这个一定要放牢了，你那些都不提啊。我是想要请你啊，是不是会当在蔡金凯面头前讲几句啊好话，请伊原谅我，我会当继续踮在蔡家。你毋是看袂起我，甲我呛声，如果做我的婚姻失败，安那，即马叫我来甲你斗相共啊？你毋是足厉害足够演的，拄则看伊叫爸爸叫来足顺口的啊，毋是阁叫蔡先生叫阿公。继续演啊，形象有够低落的，双白痴嘛会做到帮我凉吧，真正是讲到无。你莫安尼啦，我知影是我唔对啊，你是不是当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莫去跟我计较啊？你想看卖，我若是会当继续伫咧厝下做你公主，以后你有啥物需要，我嘛是会当配合你啊。干嘛呢？你离去查个做计成亲了后，就把我当作是粪扫等在边啊！我有啥物代志，搁敢唔忙的啊？我知影较早是我唔对，我直接向你回失的啦。卡叔，你若是想要骂我，若要考试话，我拢袂要紧。还有个小金姐，这个你一定要跟我斗相共啊！卡叔，你无伫蔡成亲面头前讲几句好话，我真正是无法度回去迄个厝安尼。我无听破你是假公主的身份，对你有够客气啊！你即马阁叫我替你求情，你是咸唔知咯？我拢这么懦弱，有啥物回事嘞？你要是唔肯听我讲的事，卡说我今仔若是倒落去，对你有啥物好处？我若是这个假千金，无法度继续搬落去，我是唔敢保证讲，我袂甲大家讲，原来这个计划拢是你周小金一个人所设计，来求大家对我的了解。拜拜嘛，变巧，我知影要为啥，这是你骗我，好凶好凶，你是凭什么跟我好凶？杜伟伟，你这唔捌见过世面小太监，秀人的红色佮头细囝，是要安怎跟我好凶？周亚静，你讲话老较客气的哦，我对你已经有客气啦，我只是替你囡仔感觉足不幸的。有你这块的妈妈，一世人我无法度反省，嘛无法度拜托人替出名。你不要走！我走！你怎么还不走？我求求你啦！我跟你讲。嘴尖的小姐，多强！娘，你让我等偌久？哎，无你头
某哪会这乱啊？哪有啦？拢也是最近无政府吧，唔才变安尼。好好好，我甲你讲，等我周小金哦，还说伊等去房间，哪会知？阿妹啊，我拄只去找个周小金啊。你找个周小金？哎，拄只有拄只经过啊，我有走过去甲伊拜托啊。啊，结果就亲像我所讲的安尼，迄、那个小查某根本就无想要睇我。你是不是无好想好来甲伊讲？哎，我都准备哭出来，佫无好想好来甲伊讲。所以你唔知伊面噶，我甲伊合作过哦，我知影安怎甲伊讲。你叫我难度，出来去。很闷啊！苏小静，伊即摆拢已经自身难保啊，伊即摆哪有时间插咱的代志啊？那就是讲你去哦，嘛是白去啊。啊，未去你讲白去，总是来试看卖啊。我就跟你讲唔闷啊，咱即摆哦，先把迄创新个案打好势，卡准那是袂用的哦，咱要去找苏小静啊。好啦。好，行行行，得。我是不是应该把本家让小青来做花招？怎过来不跟小青见面？过来代志敢无法度结果？佮再讲，我应该当面，佮伊甲伊讲无清楚。彩明，我就知影你是爱我，你袂不爱做我。既然你叫来啊。咱这个话讲清楚，你也是有肯原谅我。你别再去讲，佳明，我替你泡你喜欢的另一杯枸杞红茶。免啦。这个文件你看看，你还是赶快要跟我离婚？我不对，这顶关都欠你钱而已，小心。你也是跟你参加没？我不会。咱互相尊重，私底下这个代志解决，想无以后再见面，再跟他拍一下招呼。你骗我！咱离婚了后就别再见面啊！咱就真真正正是退婚人。我不爱咱别干的，你莫骗我。是你骗我，这是咱的婚姻。咱家己解决，假使你希望讲，我闹去法庭，我看替咱的婚姻做一个判决。小姐，你伤害我厝内面的人，我已经无法度去忍受落去啊！你敢有想过，你嘛有伤害我？你对咱的婚姻不忠，是你先变心的。啊，若无我嘛袂看到你甲别个查某开房间。你要去法院诉请离婚，我嘛会去。我要甲恁两个嘛拢告惨败。我承认这个错误，但是要当因为安尼来威胁我，叫我原谅你啊！就算讲无这个人，咱的问题才第一个存在啊！小静，你明仔紧想签未？现在两个人一个未来。会当有未来，我以后拢会听你的话，我会把所有代志拢好好解释，好好讲好清楚。佳明，我会反省我做唔对的代志，啊，不过我袂当失去你，你莫逼我离婚好不好？该讲的我拢该讲啊，我无可能改变我的决定。这几个人分开，我想了更加清楚。我绝对无可能跟你种查某人生活落去啊！你又该创啥？
既然我讲的话你听不进去，那安尼我就做给你看。李佳明，你敢真正要对我这样绝情？你不是有讲过，你有爱我？你伤害我出来面的人，和我对因有这么大的亏欠，我只要对因的亏欠，是比对你爱更加多。你放手啊！你唔叫我去讲，你伫咧外口有查某，我会甲你厝内底的名声拢不好臭。李佳明，我会当什么拢卖的，啊唔过，我要伫咱回。这三样杯，这是我立刻为了好你的保障，我希望你接受。要是你有其他条件，你说你开出来，那做得到，我尽量去做。刚刚我对你的感情，还有对你家的付出。还有我做小金姐的人，敢若计大过一摆。敢讲我伫你心目中，敢若是要地址。讲情，讲袂清。啊，若讲钱伤感情，咱的感情到底已经破过。我希望你把这笔钱收落来。全部会当顾你以后的生活，卖当解决恁爸伫美国的问题。卖提我厝内底人阿我，夏梅，你看唔着人，我唔是真尔好用。周小心，那不是你去我的命，让我忍心的相信你，带你入门，看厝内边的人，嘛袂因为安尼受伤。我写出后悔，我阿妈在做的时阵，你既然无救，你走你走，自私嘛，害你害到出车祸，你的心是安怎这么恶，这么冷酷？我真正是无法度原谅你。这不是李嘉明甲周小金的讲话，所以自私出车祸的代志，甲周小金有关系。钱提倒转去，我爱滴你的钱，我袂滴的是我甲你的婚姻。安那无，你就卖怪我的好。好，离婚协议书你唔签，机票你忙得，要紧。刷落来催你的不是律师，嘛不是离婚协议书。刷下来，你会收到的是法院的传票。好，那安尼到时一定是上，你看到的，嘛不是国会集团的记者会，是龙泽饭店当所长李佳明带小三去开房间，你可以判咱婚前结婚，我会告你。阿哥准你通奸，现在你了，该来的就回来，该走的就应该走。李佳明，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讲我才清楚，你无这个资格，喊你该分我。你讲出这绝情的话，敢讲真情，咱所有感情拢是假的，你对我的爱嘛是假的。不是，我讲的每一句话拢是真的，都是我心内话。严哥，这是证明讲。
是我的命。你敢知影今麦我的心，比你的伤搁较欠一百倍。这叫我都袂听，这甲我阿妈也搁自身的痛苦比起来，这根本都不算啥。周小青，再见。你敢看麦？你若走出去，我会给你，还有你厝内底的人，比这晚更加痛苦。做阵行到老，伴我做你的家爱。你若走出去，我会给你，还有你厝内底的人，比今麦更加痛苦。我给你办一个。希望你能够清醒，我警告你，别再伤害厝内面的人。有啥代志，针对我就好啊。